我们家啊，卫生间比较小，只有不到2平方米，没办法做干湿分离，洗个澡弄得家里全是水。后来终于让我找到这个好东西，它不用打孔，一拉一拧就能安装好，轻松实现干湿分离，洗澡也有自己的私密空间，而且它是防水防潮的，解决了我这种小户型的尴尬。想要就点左下方购物车。